在本次采访中，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不刻意隐瞒，不夸大其词，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都真实无误，能够保证吗？我保证，我保证，全都是真实回答。如果撒谎，刘冠佑把他整个鞋垫吃了。喂，如果撒谎，我就在舞台上滑倒。对，你就在舞台上滑倒，真的很危险。如果你撒谎，就我这么多年的舞蹈经验，我刷一下子就回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谁？这是我的好弟弟冠佑。这位是我的好哥哥段星星。过得去的24小时和谁在一起，都做了什么？还有剩下的58位在玩那个什么游戏？对，就是每个人的个人技，就是跟经纪人出去了，去医院去看一下中医，调理了一下身体，现在很舒服。这么强度的训练嘛，就身体多少大家可能都会出问题。不过呢，节目组会很关心我们选手，会及时的给我们处理，所以各位青春制作人们，请你们放心，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大碍。星星生病，冠佑有照顾他吗？哎，我们是要从那个之前说吗？你说，我可以说，对，没事，对。就他生病那几天，有一天特别严重，然后他要去医院，但那几天我们刚好又因为一些事情，就是闹小矛盾，结果我就都不理他，气给我气死了。对啊，气他说你怎么都不来，就是问说身体还有没有好一点的。就那时候有跟新冠接手机，然后请他们就是帮我跟我认识的姐姐就是联络一下，然后带一些姜茶这一类的东西带过来。对，然后后来又给他。有了偷偷去打探他的病况吗？我你要说真实，你要摸着良心的话，你要快说。我还真有问，但我问的都不会这么直接的问，就是我就说，哎，他现在在哪里？然后可能就说，哦，在医院。然后我说，那所以是胃发生什么事情吗？就胃溃疡还是胃炎？就是会问。平时发生分歧时，一般是谁先主动和好？是我吧？我就是我吧。哦，你看哪一次你不是要垮着张脸，不是我去跟你讲话？哦，是这样的，对对对，就是包括那两天，他其实给我了好几次。就是台阶下，他都不下，我都不下，对，死不下。他说腿太短了，你知道吗？他问说怎么了？你生气哦？我说走开。就这种很多，但是到后来之后发现长大了，后来发现还是该就是给台阶，所以就反过来换我就是去找他。第一次相遇是什么时间？什么场景？其实最早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哦，在我当然没讲。在那个在酒店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要来金大厂酒店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电梯里，然后我那时候是问汪嘉诚，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认识，我就不要打招呼，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汪嘉诚，结果他就突然说，我也没问他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突然跟我说我叫17。好的，你还记得吗？实习刚好看我，然后实习说我叫段星星。你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就是努力上进的小朋友，很拼搏。我也觉得他还挺爱玩的，就是最早第一初印象我就挺爱玩。一开始也不是很熟的时候，比如说我走一走，明明那条路就很大，他就突然走过来，没有他就不让我走，然后我说这个人也太好玩了吧，就不认识但是还能这么玩，然后就往右，在你是不是做梦梦到了？没有，真的有，就很笑霸。对，就没有，就很爱玩，然后就这个人还挺幽默的。那时候可能还要再早一点吧，因为那个时候在练那个起航霸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教室，然后我们 Tiger 四人组第一组是一组一组跳嘛，跳完以后然后到他们浩瀚，然后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有在留意到，我说哇这个小朋友怎么，因为他看上去真的太可爱了，你知道吗，跳起舞来就很猛很厉害，我就想哇很不一样，就是我感觉是一个很努力上进的一个小朋友。对，那么早就看到了。对，然后而且刚好酒店他们住我们门对门正对面，所以经常开门啊或者是干嘛，然后我生日那天刚好他们也门是开着的，就把蛋糕也送过去一起吃什么的，就慢慢熟络了起来。认识之后觉得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越熟你就会发现对方可能身上的一些可能不太完美的一些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恰巧是有这些点，我觉得是更拉近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关系。对，因为呢互相的去帮对方去把那个东西给做好啊什么的。认识了之后
关心会多一点，然后爱我就是那种，这个还蛮贴心的。对对，就是会照顾弟弟的那种状态会多一点。你们觉得对方的心理年龄是多少？今年18，我觉得他顶多16，就是是那个该懵的年纪。你啊，有哎，你现在23。不要说出来。就有时候要么是他现在这个年纪，有时候要么就是3-4岁。这里想控诉对方的点是，就关键啊，少垫点，增高鞋垫了。我本来哥哥也没多高，我也没垫多高。有时候真的太懵了，要慢慢长大，要更成熟一点，好吗？我更懵了，漂亮，控诉你。啊，那你控诉我。啊，你这是真的认真来控诉我？快点控诉我。把你对我的不满给我说出来，控诉你长得比你帅。哎，那倒没有，跳舞比你好。哎，这不认，这不认，控诉他，能控诉什么？你就好好说，我又不是干嘛，对不对？回去我还给你做东西吃。一开始他会，我一开始负责看你，我就赢了你。一开始我会讲一些话，然后他会学我讲话。哦，有吧？有。有时候喜欢一惊一乍的，会突然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一开始我不习惯，但后来慢慢就说算了吧，就然后慢慢就无语了，就已经习惯了接受了。那冠佑来模仿一个星星的表情或动作。还有什么表情啊？没有，没有，真没有。哎，机会都抓不住。对方做过让你感觉到暖心的事情？这我还挺想听的。你先说。这种暖心就是比较日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说日常暖心，我天哪，就像那个感冒然后突然拿热水这一种。我猜到跟他说的，我就是那一次同学录嘛，他说的那句话。哦，他说原来他说什么段奕馨就是能在大学认识这么好的一个哥哥真的是不枉此生了，那种觉得没有看错人。哎呀，开玩笑的啦。我知道，所以生病这两天也没有来问过我们，对吧？没有。出舞台时，你说不想在任何情况下再变成 Plan B 了。之前是有过成为 Plan B 的经历吗？就是我其实真的从13岁到我进来青春有你之前，我不管做在多好，反正我们公司就是跟我说，前公司因为这一直跟我说，关于你不行，然后关于你还是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他们眼睛不太好。对，我也觉得，我就想说哇，这么就是都没被认可过，然后到最后。原本要预备成团了，最后又没有。我内心在跟我们公司说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就是觉得说你们当初没有好好留住刘冠佑是你们的错误。所以在一公和二公主对时段，星星都在抢人环节选了你。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自己成了 Plan A？ 是吗？问你，我还挺想问你是吗？问我，面再问。刘冠佑是段星星的 Plan A 吗？是啊。OK， 是。在立的时候为什么会稍稍犹豫一下再选择？他真的认真在问我说，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对啊，你知道犹豫了3秒钟是吗？不是，因为前一刻我旁边好像是我前面好像是子瑜还是郑欣远吧。一开始我想说立如果都没人选，我就没办法进去了，我就担心其实选不到立，然后旁边又其他歌都不选，我就留局。那个时候郑轩刚好说他想要去立，我说那你等下去立，那你记得选我，因为我不知道。漂亮。然后在他去之前，我就先跟郑轩说好，就没想到他就去了立。然后他去完立之后，郑轩肯定也举手嘛，他们那组就真的还举手。我说完了，我刚跟人家答应好说，如果他选我，我就选他。然后这一边又来选我，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后来我想一想，如果我在郑轩这边又是跟他对打，就想说那还是有点怕、哦，对，还是有点怕。还是一起比较好。他听了这个解释，能够原谅那犹豫的3秒。没有，这个解释也能原谅啊，毕竟还小嘛，弟弟嘛，对吧？没有，没事，一会儿回去我们再单独聊。求证一下，刘冠佑宿舍墙上贴的名牌 A 是段星星送的吗？那个，来，你来打。那个是我们两个交换的，就是有一次 A 说 A， 那 A 给你，然后你那个，然后交换。那段时间慢慢关系越来越好嘛。然后那天就刚好哎，名牌交换一下，但是我呢，我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就放好了。这个小笨蛋，就把贴墙上了，明目张胆，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个 A。不是，我有习惯，我有习惯性，就是只要有我贴了一墙，对，贴了一整墙的名牌。因为我觉得是我把那个留下来，出去以后我可以好好的哎拍张照片什么的，哎保存的完好无损的。但是因为贴上去以后，一会儿要撕下来，又掉下来要放上去，真皱巴巴的。哎，那我说我给你拿新的，那时候我说他。裂开了，你看给我拿下来，让我考虑一下哦。
经常一起训练，有立马叫对方起床的招数吗？完全没有招数，因为关友是真的不用叫，或者是一叫就起了的那种。我甚至怎么叫你都叫不起。那对你一起床了，我，嗯，好。哎，哎，这我可以爆料吗？前一阵子可能就是，哎哥起床了，然后就，哦好，然后就自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就去整理，然后我就去整理，然后好都很好叫，哥起床。但过了一阵子之后，哎哥起床了，好，然后继续睡。刚开始排名在85名的时候，冠佑你有焦虑过吗？哎呦，哭的呢。哇，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哥，我感觉我要去轮游了。对。哇，你是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死小孩啊，很冷，很冷，是上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给他逼出病来了，你知道吗？每天晚上哇，不知道在想什么。别，就是有一些上，很上，上的不行啊。嗯，然后我说聊一下，聊了好几下，聊了好几下，对，不是，有几个小时。我的妈呀，聊到两三点钟，然后下面那个外面那个在外面有个像咖啡馆一样可以坐着喝咖啡那种地方嘛，就在那个地方在聊。而且还很冷，对，哇！我边聊边，他又一直在说，又不好，不跟他说清楚，不能把他给他解答开，然后整个自己又在边抖边跟他说话，然后心里面想，这个怎么还没说，都还没跟你聊开，聊三个小时还没。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个样子嘛，我也就算是一个过来人，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当时是怎么给自己调整的，我就用那种快速的方法去帮他调整过来。真的还挺有用的。肯定有用啊，他聊之前他是这样的。聊完游戏。因为他要去训练嘛，聊完之后他说我已经训练，然后等一下回来不要看你这么丧，然后回来之后就好很多，就我说好好，没丧没丧没丧，就状态其实真的调整很多。两人一起互相监督一起进步，你们觉得在这其中对方的功劳占几分？说实话三四分吧，因为说真的还是我跟你说的多，你知道吗？然后他其实对我很大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主题曲那段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八五机器，民间八五机器天才，能惯用七八分吧。哦，不只是就用刚刚说的，就是心态上的调整，在曲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拿到新歌，就拿到那个公演舞台的时候，就是他会去教我怎么样可以把这首歌诠释好，然后很多小细节，包括表情管理，然后动作，然后细节，这些他都会去帮我抠。如果两个人组一个组合，会叫什么名字？哥哥弟弟站起来。如果能够一起成团，最想对对方说的话是：有实力就会被人看到，你不用担心太多，你知道吗？只是时间机遇的问题。幸好有你，我进了这个团。好厉害哦。说回两分钟内还能撤回。默契问答，你划我猜。要 pass 吗？跳。嗯。跳水。啊，对。青蛙。蛙。嗯。蛙。蛙跳。蛙泳。啊，两个字啊。撒娇。生气。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真是过。洗头发，洗澡啊，淋蓬头，沐浴乳、洗发露、洗发水，啊，嘴唇过。过。哦，还来了。来一个，好，全部来那个笑，没了，一分钟对了三题，可以了。友情默契之微，没有，这宁可没有，要不然就100。经过今天的验证，刘冠佑和段星星之间的友情默契之微，没有。接下来是我们的友情宣言。从今天起，不管盒饭多难吃，你都愿意和对方相约食堂吗？考虑一下。吃啊，考虑一下。没有了，开玩笑。好，从今天起，不管熬到多晚，你都可以陪对方一起练习吗？可以。3、2、1，哦，我签你的一张，你签我一张。